看一下，第一件我们大量到货嘛，有四套四款，这是第三部影片。OK 啦，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一套涉水库哦。它这一套涉水库呢，特别的地方在哪里？第一个，它这个防耐刮，非常防耐磨。如果长时间下流沟，见到会推荐这一款哦，非常防耐刮。来，它有内里的部分。来，内里的部分就是，其实呢，不外乎就是说，我们有时候在穿防水涉水裤的时候，有时候如果是 PVC 的塑胶的话，我们穿上去的时候都会卡卡黏黏的。来，这个一定不会，一穿到底，不要怀疑。来，里面还非常良心佛心。来，我跟你说，来，它里面还有设计一个口袋哦，当然品质认证到 YKK 哦。不要怀疑哦，来，里面你要放槟榔、放香烟、放手机、放零钱，你要放保险套，我也不会有意见的哈。OK，来，我们继续来看它的东西哈。一体成型以外，它这边这个束带哈，这个不是给你塑腰用的哈。当然你要塑腰，我也没有意见。它只是防止说我跌倒了 ，OK， 今天我跌倒了，水进入的流量呢不会这么大。所以你呢，适当调整就好，不要调太紧了，不要以为自己很苗条，调很紧。我跟你讲，等一下走路弯腰都是问题。啊，当然，我们继续来看它的鞋底。鞋底呢是他们，我先讲这个品牌，低健的品牌呢，都是我们 MIT 台湾制造的。那我要强调一点，就是它的售后服务，售前售后服务。我现在在做的这个叫做售前服务。OK， 来，售后服务不要担心有什么问题，有任何问题我理解到，欢迎你们带回来，我们可以跟公司讨论看怎么维修都可以。OK， 来，再来看一下它的部分。来，这边鞋子最常裂的地方，它这边都有做加强。哦，来，我们再来看它的鞋底。来，这个就是所谓的什么鞋底？其实呢，我们 Shimano 呢，赖瓦早期早就已经有设定这种鞋底，只是说他们的 PU 很小块，不像他这种闪电型的。闪电型的 PU 有个好处，就是抓地力会再更强，不会像赖瓦的那一小块 ，Shimano 的一小块这样子。那我们仔细看一下它的钉子哈，它钉子都很像那种十字螺旋钉哈。那这个抓地力，我相信一定比一般的涉水裤还要好。OK， 那如果说杰浩这件有够薄呢，我怕冷，那我教你吗？卫生棉裤再穿一件就好了嘛。哦，那这一件其实呢是他们热销的冠军啦、啊、哦，那如果说你们针对说 DJM 它的这一个品牌或者是品质有任何的疑虑，我欢迎你们来私讯我们哦，我们大家来做一个讨论。 OK，